满天飞鱼！妈的，这排位太难打了，你一把加20分，我才加20分。 哎，他王荒了呀！怎么回事？到杰跟这个都打得挺好，我们不知道给谁就不给。啊！输了一把。妈的，这排位太难打了，你一把加20分，我才加20分。 哎呦，没！哎呀，跟不上！他越他有大的。
我靠，他这个钩没中啊，真嘟假嘟。我都怀疑他们打不过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这个去不了，去不了，去不了，能打过就打过，打不过那怎么办呢？漫天飞鱼。这武器这个东西吧。你说他能秀吧，他也能秀，但是你要说他呆吧，他也呆。他这把没有做肉装，他不是那种肉装武器，肉装武器的话就难打。他这种破败三项好打很多。总是意境就说出不了 S， 那是因为你对你的连招不太够熟悉，多熟悉连招就好了。在资金营里面，训练营模式里面去练。笑死了。